这边的牛都是肉牛，他们跟一般关在笼子里面的牛不太一样，他们是放出来吃草的，比较快乐一点。说真的，他们的寿命也没办法很长嘛，所以就让他们活着的时候可以开心一点的来这边吃草，这样跟饲养在笼子里面的牛比起来，他们是快乐一点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我本身是因为信仰的关系，我不吃牛肉，但是我喝牛奶，喝牛奶，吃起司，这是牛的制造，牛奶的制造品，我都会吃的。